同意呢？那是我亲爸，我亲妈，我说合葬就合葬，关你什么事啊？素贞，你不能这么蛮不讲理。是我不讲道理，还是你不讲道理？赶紧的，洗完脸啊，赶快去上课。奶奶还没回来啊？奶奶啊，可能买早点的人太多了，排队呢吧？那爸爸呢？爸爸屋里睡觉呢。真是个大懒虫。好，去吧，去收拾书包啊。我还是得到公园看，万一你妈要真出点什么事儿。行，你先去。好。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。慢点开。哎，放心吧，快去吧。哎，阿姨。哎。这出什么事了？我在门口看见救护车了。刚才这嘎有人跳湖自杀了啊？什么人啊？那听说是一个大嫂，每天都在这练剑。今天这不刚练完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突然就跳河自杀了。幸好啊，有人把他救了，现在送医院去了。哎，我妈呢？找谁呀？跳湖那老太太。哦，急诊室在那边，你去那边看看吧。好。哎，大姐，妈出事了，她跳湖了，她我已经在医院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啊？怎么了？妈出事了，她跳湖了。什么？老妈呢？抢救呢？叫过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你送她过来的？我去公园的时候，她已经被救护车拉着往这走了，我就跟着跑过来了。这不是老妈的捡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在湖边捡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小慧，出什么了？三妈呢？姐，怎么样？总算来了，我都急死我了。三妈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跳湖？问问你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？姐，先别急，我跟你说。肯定是合葬的事把妈给刺激的，都赖这个资产，就是他。儿子，对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等着。你打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是不是在你们前面？我跟你说，你说。喂，谁呀、啊？一大早。乔思辰，你个混蛋！你他妈谁呀、啊、你？啊！一大早你抽什么神经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弄死你！喂，思雨，哎，刚才那是谁啊？啊，抽什么神经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你还问谁呢？是曙光，曙光，曙光出什么事了？别跟他废话。什么事儿？老妈她跳湖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你害的，我们就在急救中心门口呢，你快来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吓死是不是？哎，曙光，你干什么你？这是医院，别瞎吵！你干什么你？啊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是谁啊？我跟你说，抢救不过来，跟你没完。曙光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也没想让他这样啊。你就是诚心的你。谁诚心的呀？你干嘛来了？曙光，姐求求你了，你别吵了，妈生死未卜，你还吵什么吵？我真的没想到，他昨天这医院咱就不说了，行不？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什么时候了？曙光，哎哎，妈出来了。哎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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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妈，我妈呢？我妈呢？不是我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妈，不是说这就现在怎么没了？我在湖边捡着，这是我妈的，她人呢？送到这儿来了。对呀，在跳湖的老太太呢？哦，我想起来，你们别着急，是不是你们在找一姓郭的阿姨？对对对对，就是她。她呀，高血压，今天和这个病人早上一块儿送过来的。我估计啊，是给吓着了。我哪儿去了？现在没事了，你们放心吧，在楼上躺着呢。我带。谢谢你，赶紧带我们去吧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大夫，谢谢谢谢，大夫谢谢啊。哎，思辰，不是说跳湖了吗？思辰不就是误会了吗？没跳更好啊。什么误会啊？你都是诚心的，赶紧走啊。走什么走啊？去，全家神经病。以为您跳湖了呢。是啊，我一早上去公园去，人家跟我说有个老太太跳湖了，完了我还捡着这个，这不吓人吗？哪是我呀，是那个赵阿姨。赵阿姨，这是那赵阿姨吗？啊，我知道知道。你看你这西红柿可真不怎么样啊，啊，这没好的呀。这有好的您不挑，您非得捡这烂的干嘛？这不有好的吗？我不要这个，我就要这烂的。烂的你不卖呀？卖呀、啊。我想要点猪头肉。哎，好嘞。能挑这些吗？您专挑肥的，这么大年龄吃肥的好吗？不碍事儿，肥的香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就那么些吧。就这么些。一块。哎，各位买菜的大姐，你们瞧瞧啊，就这么烂的西红柿，他还卖一块钱呢啊！你这不是欺负老人吗？这么烂，我什么说一块钱卖给您了，大婶？你刚说的呀？多少钱呢？15。我这可都是大肥肉啊！我这肉都是这个价钱。谁愿意吃肥的呀？我说一块钱是卖您一堆儿啊！一堆儿啊！哎，一块钱一堆儿，你要吗？啊，不要不要。你看看，没人要吧？你看看，我把肥的都切走了，你剩下的那个都是瘦的了。你卖20块钱一斤都有人要。得，大婶啊，您啊这样子，您看着随便给，行不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哎，我说的。5块也不值啊。哦，感情你要一分钱不掏白拿呀？哎，这么着，我给您2块。5毛，2块钱也不要，你拿走吧。5毛，行，5毛，您稍等啊。你准有的赚了，谢谢小伙子啊。哎。呀，哎，哎呀，那个王八蛋呢？跟大姑说，大姑给你做主。是曙光那个王八蛋，他一大早上他就劈头盖脸的骂了我一通。曙光为什么骂你啊？他非说郭宝银跳湖是因为我。啊？郭宝银跳了湖，为什么事儿想不开呀？大姑，你坐，大姑，你坐下。哎呀，没有，根本就没这事儿。今天早上是有一个老太太跳湖，可根本就不是郭宝银，是曙光非。哎呦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大姑，我又跟郭宝银提合葬的事儿。哎呀，
你提也没用，他不会答应你的。他凭什么不答应啊？我妈是原配，他是田房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爸合葬。你话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怎么说呀？大姑，反正现在我姐和我妹都不向着我，他没良心的，他们已经把郭宝银当亲妈了，真是白眼狼。现在我一个人孤单立薄，大姑，您替我说话啊！哎呀，思辰呐，不是大姑不管呐，这事儿我真是不好管呐。怎么不好管呀？你妈跟你爸过了八年，人家郭宝银跟你爸过了30多年呐。哎呀，大姑，以前您不是老说吗？我妈人长得漂亮又贤惠，通情达理，什么都比她郭宝银强。她郭宝银根本就配不上我爸，这话不是都是您说的吗？这话我是说过，可这都好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我爸是您的亲弟弟，临死前没把这事儿交代清楚，您就应该替我爸做主啊。既然您觉得郭宝银配不上我爸，您就应该让我妈跟我爸合葬。郭宝银生了个儿子啊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他给乔家立了一大功啊。生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就跟谁没生过似的。大姑，我就没生过呀，你说我一辈子没生养啊，啊，这到老了我可怜呢。大姑，大姑别生气啊，我不是冲您，真的。大姑，您不是有儿子吗？还俩呢。那抱来的能跟亲生的一样吗？哎呀，怎么不一样啊？你看那个俊海哥，他对您多好啊，不比亲生的还好啊。思辰呐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呀。哎呀，听大姑一句劝啊，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他郭宝银在后，我妈在前，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吧，轮也轮不到他呀。大姑，您说这事儿是我无理取闹吗？这也不是旧社会了，不光要讲先来后到，还要看人家夫妻感情好不好啊。合葬的事，思辰提了好几回了，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思辰的那个意思，我说什么都不能同意。你们的亲妈我是没见过，可是我知道她是个好人。她去世以后，孤零零的，一个人在那儿。够可怜的。现在你们想让你们的父亲跟你们的母亲殡葬在一块儿，我能理解，人之常情，真的能理解。可是作为我算什么呢？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听听行吗？你说，将来一个人一个穴挨着，三个人埋在一块儿，也算是合葬，成吗？好吗？那就只有这样了。不过呢，我有个要求，你们得答应我。好吗？你说吧。不是现在，等我死了吧。等我死了，再去迁坟下葬，一块操办。成吧。好。就这样吧。我该说的呢都说完了。也累了，想歇会儿，
你们忙去吧。你好好歇着。替他养人呐，是不是？这么着吧，这两天你收拾收拾，过两天呢，我派人给你搬家。这是我的房子。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儿是乔家老宅吗？没错啊。告诉你们啊，打今儿起，这个院子归我了。凭什么呀？这房子是我的。哈哈，忘了自我介绍。鄙人姓钱，您可以叫我钱老板、钱老、钱爷。乔守信，你认得吗？那能不认得吗？我是他大嫂啊。哎呦，是大嫂啊！哎呀，失敬失敬。您知道吗？这个宅子，他已经转让给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嗯。你好好看看吧，仔细看看吧啊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妈，你赶紧瞧瞧吧，房产抵押合同。哟，这老叔怎么干这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老太太。你看清楚了啊，当初啊，这乔守信就拿着房产证做抵押，向我借了20万，讲好了期限是7年，到时候如果不能连本带利还款，这个院子就无条件的归我所有。现在正好是7年，他该还我40万，可是他不光不还钱，连人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，我只好到这来收房啊。乔老板，啊，这东院啊是我的，西院才是乔守信抵押给您的那个院子。啊，这是东院啊？是啊。嗯，我是来收西院的房子，跟你们东院没关系，跟您也没关系啊。还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我上西院去。哎哎，您甭着急呀。对啊。因为这东西院全都是在我的名下。你怎么成西院的房主了？西院不是这个乔守信吗？这西院啊，本来就是乔守信的。后来呢，哎，这乔守信做买卖缺钱了，就把这房子卖给我了。嘿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啊？我说我一个闺女嫁俩婆家呀。他什么时候把房子卖给你们的？哎，7年了，这他妈老东西！哎妈，哎，我老叔卖咱们家房子的时候，好像比上面日期晚2个月耶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么说，那是押我在前，卖给你们房子在后了。什么？啊？这不能够吧？对。哎，看看看看，这就是事实啊！乔守信。
你可真够黑的，连你前爷也敢耍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前爷，这事儿跟他没完。前爷，听您一句话吧，您说怎么着吧？我现在把这敲手信。不知道他在哪儿了。这件事是乔守信，他把咱们两家啊都给坑了。如果找不到他，这件事也不算完。我告诉你，我那20万是真金白银。40万，多嘴。40万，那是连本带利40万呢，我不能打水漂。如果找不到乔守信，那咱们就自行解决。他押给我在先，他卖你们房子在后，啊，按理说呢，这西院应该归我，是不是？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这理啊？凡事都有一个先来后到。如果商议不成呢，我就到法院去搞。我相信按照优先的原则，法院肯定把这西院判给我。退1万不说，房子没有判给我，我就会要乔守信的命。告辞。来了。哟，宝银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说。快来，来坐这儿。李哥，啊，你最近跟守信有联系吗？没有啊。哎呦，你找他干嘛呀？甭提了，这可麻烦了去了。姐姐，不是，到底怎么了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哦，我找初一三班周月。姓名？乔思辰。对不起，周月同学的母亲不叫乔思辰，我不能让你进去。不是乔思辰是谁啊？这我不能告诉你了。那行，那你进去啊，你把周月给我叫出来，你让他看看，看看我是不是他妈妈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没有探视的资格，我们不能帮你叫人。不是，哎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见我亲儿子呀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制度，也为了保证孩子的个人安全。除非你能联系上周月同学的监护人，并得到他的允许才行。好，你给我看看，田周月他妈的是不是孟佳？是，是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说这个老三呐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谁都没想到他会弄出这么一出来。你说说，你说他啊，娶个小媳妇儿小他20岁，生个儿子吧小他50岁。啊，比思平的孩子还小1岁呢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这一走又5-6年，啊，我都不知道他流窜到哪儿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！你说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？没想到啊，他给我来这么一手，你说说，他是不是混蛋呢？周百欣，周百欣，周百欣。你干什么？谁是周月？你疯子！你就是个疯子！你干嘛？是我，还是你骚货？
进学校，把那名字给我改回来。现在就去。王俊，我就不改。这是你说的。你说过你不打扰我的生活，对吧？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说不见周月了？啊！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吗？你什么时候说的？你知道什么叫不打扰我的生活吗？啊，这包括不再见周月。你就是一个泼妇，你知道吗？周月是我的儿子，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你别这样，砸！我永远不会让你再见到周月。周北心。你信不信？喂你！哎喂喂，把这个婆婆给我拉走，进来呀！呸！你把这个婆婆给我赶出去！你让我进不进？快！哎，妹妹，你给我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跟他谈点私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出去！出去！周北京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是不是不想改过来了啊？你要是不改这些毛病，我就不改。你冷静点，给我滚开！行，周北心啊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。谁怕你啊？打就打。宝银呐，我们家的房子现在可都在你的名下了啊，你可得给我们看好喽。甭管他是谁啊，都别想抢我们家的房子，这可是老乔家的祖产。哼，要是在你的名下改了姓，你可是千古罪人啊。知道，知道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给你提个醒，你没问题，保证能做到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。谢谢。老三的事儿啊，甭着急，咱俩分头再找找，啊。那是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听说莲花池公园有个老太太跳湖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太知道了。嗯。正好让我赶上了，这赵阿姨啊出事儿的时候，我就在她跟前儿啊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他有两个儿子，啊，一个呢扣着他的房子，一个呢是扣着他的退休金，啊，可是呢这两个儿子呢，谁都不愿意给他养老，你说逼得他没辙了吧？只好呢就奔他闺女了，在他闺女家，这不是住下了吗？可是这闺女又不富裕，哎呦，这久而久之，时间长了，这不就成了事儿了吗？嗯嗯，大概。就这么回事儿，我知道的也就这些吧。哎呦，跟我猜的一样啊！哎，就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不孝顺，哎，哪有对老人这样的呀？你说说，不对。啊，你就说这老太太，啊，老窝让人家占了，老本让人家吃。
妈回来了。妈，妈，您回来了。妈，您回来了。啊，我刚到一会儿。妈，坐，您坐。妈，大姑怎么说的？什么也没说呀。妈，问这拎的什么呀？这？哦，这是你大姑给我送的一双旧鞋呀。哟，妈。嗨。他上街捡破烂，您跑他那儿捡破烂去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也就是你大姑的一片心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心意心意。那您留着慢慢穿啊。不穿我可以留个纪念吧。行行，当个纪念，留着。哎妈，您吃午饭了吗？吃了，我在你大姑那儿吃的打卤面。啊，老三，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让我替你保密。啊，原来你干了这么样的一事儿啊！你是不是太荒唐了？我跟你说，老三啊，你就瞎折腾吧。咱们老乔家的祖屋要是改了姓儿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啊？妈，老叔到底上哪儿？大姑一点都不知道。他知道能不告诉我吗？这回完了。啊。你们商量的怎么样？还商量什么呀？找不着老叔，说什么也白扯。这个老叔也太扯了吧！这么缺德的事儿他都能干出来。我看一点都不奇怪，这是老叔的一贯风格。说的就是，你说这些年咱们家替他这些烂事擦了多少屁股？哦，这日子刚好过一点，他又给你捅个大娄。我看老叔找不着了，他自己干什么事他自己清楚啊。他肯定跑得远远的了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露面了。嗯，我看差不多。找到老叔又能怎么样？他能放人四十八？万一老叔走了狗屎运，发了财也说不定。曙光，你不想想，老叔要是发了财，他能不回来呀？思雨说的对，老叔如果真的发了财，那早就回来显摆了。就是啊，我瞅着那姓钱的啊，就不是个正经人。真是担心你老叔在外头有个好歹啊！哎呦妈，您就别替老叔操心了，操心操心咱这房子吧。我能不操心吗？万一这姓钱的把你老叔找着了，他又还不上这钱怎么办呢？那就会出大事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？我怎么说话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老叔这么在外边折腾，您还护着他替他说话啊？您还嫌吃的苦不够是不是？有他这么干事儿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他毕竟是你老叔，哎，是家里人吧？啊？哎呦，是这房子固然它是个大事，但是你老叔那也不算是个小事吧？那万一有个闪失呢？我给你爸爸怎么交代呀？我也没说不管他死活呀，我就是觉得他做的太过分了，说他两句。哦，您干嘛冲着我？谁冲着你来啊？是你冲着我来，你干嘛要说我呀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妈妈，哎呦，妈，妈，您别生气了，妈。老叔确实太不靠谱了，你看他做的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比他以前做的任何事儿都不靠谱，还给大家找这么大麻烦，把自己又给兜进去了吧？说的就是呢，他这就是自作自受。咱们怎么帮他？哦，把那钱老板请到家里来。哎呦，您别为难我老叔了，然后再把西院拱手相让，就好了吧？妈，您是不是就这么打算的？曙光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啊，甭说那些没用的。那您说点有用，让我听听。怎么了？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我自个儿要是有辙，我跟你们商量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觉得现在关键的问题还是找到老叔，把事情搞清楚，到时候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咱现在吵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赶紧找吧。要找不着他，西院房子就没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当然了，钱老板的抵押合同在前，咱们买房子在后啊。按照先后顺序，把咱们西院的房子判给了钱老板，咱们去找老叔要那20万，老叔肯定找不着啊。到时候钱要不回来，咱们西院的房子白丢了。他敢？谁敢动我的房子？说什么呢？我是让老叔给气的。哎呀，曙光，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我想，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吧？
怎么不至于啊？那肯定比这更惨呢。您都听见了吗？啊，照他们这么说，老叔根本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好着呢他。最惨的是咱们白白赔了一个西院啊。你还不知道呢吧？这房子买的时候20万，现在就是七八百万。几辈子才能挣来这钱？你少说两句！你赶紧说话！你闭嘴！胖子哥，都闭嘴！干什么你？越说越来劲儿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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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妈，头晕。你瞧瞧，这一着急，这血压又上来了。赶紧，来扶妈躺会儿。来来来，瞧你妈气的！思雨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哎，好。悠悠妈，药在哪儿啊？妈。您没事，咱不提房子的事儿了。你赶紧出去吧，你。哎哎，妈，哎，怎么了？老妈一着急，高血压又犯了，回屋歇着。不可能，老叔欠下的债凭什么让我们扛啊？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把那钱给还上。还是你那句话啊，谁也别想动咱的房子。那是，可问题现在是老叔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大姑都找不着他。这个王八羔子，太可恨了。别担心，这事儿我想的。老叔的小媳妇儿肯定跟家里人联系吧？只要找到他们家里人。好准能打听到老师的下落。哎，妈，咱家的老宅，我想留给曙光。这两套院子都留给你儿子一个人呢。守成不成啊，守成，我会啊，我会留个遗嘱，让曙光继承全部房产，到时候你也得签个字。你那仨闺女呢？老爷子临终之前再三的嘱咐我，要把这房产一定留给孙子，他们知道了会不高兴的，这早晚是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别的事儿啊，我都听你的，啊，可唯独这件事儿，咱得听爸的。我答应你。怎么了？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上了？啊，四妹啊，四妞，啊，对不起你们。怎么？哎呀，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是啊，就算房子没了，我们也不会怪您的呀。四妹，四妞，还有思辰，你们仨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我这些年待你们比亲生的还亲。跟曙光一模一样。我们知道，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提起这档子事儿了？我一直挺怕这些。
现在我一直提着这颗心，我生怕别人说我闲话，说我是个狠心的。